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主持人孟省南。本期中国文艺带您继续走进五一系列节目《五月放歌》，向劳动致敬，为劳动者而歌。中国文艺五一特别节目，五月的鲜花。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而是最高山峰。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不会忘记，是一首歌颂航天战线劳动者们甘于寂寞和勇于奉献的优秀歌曲。这首歌是由作曲家曹进在与航天工作者同吃同住体验生活时有感而发的创作，激荡的旋律，深情的歌词，表达出航天员们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在茫茫的人海里，那人的本能也正是我，不是你
们经常祝福对方的生活幸福，可当被问到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却描述不出清晰的图景。其实幸福很简单，它就在辛勤的耕耘中，它就在晶莹的汗水里。幸福
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是电视剧《都市平安夜》的主题曲，由刘青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音乐录影带中的孙悦身着白衬衫，头发扎成麻花辫的教师形象一直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中。历年央视春节晚会上都有关于表现劳动者的小品，由演员秦海璐和孙涛等人合作的《你摊上事儿了》在蛇年春晚上引来了不少笑声。一个接着一个的误会，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让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在思考社会交往中人与人的关系，孙涛到底摊上什么事儿了？咱们来看看吧。大姐，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男的啊，哎呀，喂你啊，讨厌，同志，你有牌吗？什么牌啊？进门的牌。没有，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我找人。你找谁呀？三楼的赵总。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认识吧？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我手机没电了。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哥，你就让我进去吧。不行。亲，帮帮忙吧。你别这个样啊！求求你了，亲。你别这个样啊！喂，你别这个样。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亲。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谢谢亲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我给他打啊。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我花钱打电话行吗？不行。十块行吧？一百行吧？你很有钱是吧？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你不让我进是吧？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让你干什么？你让不让我进？你还动手是吧？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你让不让我进？我说，你还拿熊胡子打人？怎么着吧？你往后退。我不退。你往后退。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你有牌吗？我找赵总。你别说话。你凭什么不让进？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啥牌啊？进楼的牌。没有。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俺找人有急事。你找谁呀？三楼的赵总。哦，你也找赵总啊？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谢谢你啊。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你找他干啥呀？俺找他要钱啊。俺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还要钱？你是农民工啊，管他要工资啊？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为啥呀？为啥？赵东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对呀。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你看看，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你看看，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走？他这是要跑啊！跑？他这是要潜逃啊！潜逃？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好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对呀，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淡定，我已经习惯了。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俺求你了。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俺求你了，大兄弟。你进去吧。进，他为什么不能进？他没有牌。对，俺没牌。没牌就不能进，对吧？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那也不能进。他为什么还不能进？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你能跟人家比吗？怎么比不了啊？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你怎么了？要钱的。怎么了？要钱的。要钱的怎么了？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他要跑呢？跑，你就喊抓流氓。赵总是女的。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东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都没工夫，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别说了，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挨造吗？他不丢人吗？你别说了，大佬，我就说你们赵东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东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精。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提醒啊！你提醒的不够。说，继续说。我不说。为什么？我累了。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钱到了吗？50万，一分不少。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报案做起。好、哦。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4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哦，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给你。替我叫了，谢谢啊，赵总，俺谢谢你了。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乡愁奔走来，爱无言像雪花悄悄离去，彼此间我们也许不曾相识，爱的呼唤让我们在一起，像雪花悄